大家好，我是咕咕猫。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再来一个分身也不够啊。呀嘿，这次故事的主题是又一个妈妈。今天也努力的干活吧。早上好。啊，美好的早晨，老公，来，早餐准备好了。谢谢。现在是孩子们的早餐，做十人份的。开动了。真好吃，喝老婆做的汤就浑身充满力量。真的吗？谢谢老公。但是孩子们还在睡觉吗？孩子们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睡得好吗，孩子们？来，早餐准备好了。是。开动了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好，多吃点哦。但是我们的妈妈什么时候吃早饭呢？是啊，什么时候吃呢？我吃饱了，要快一点了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天哪，等一下，老公。这里。手机。谢谢，我走了。再见了。今天从早上就很忙啊。妈妈快来，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。妈妈等一会儿再吃，吃完了就该准备去儿童之家了。是。是。我们没有了，没有落下的东西吧？没有。路上小心点。那洗洗衣服，然后再打扫吧。今天我要当妈妈。今天从早上就很忙啊。跟妈妈一模一样。但是妈妈好像一直很忙。是啊，妈妈什么时候会吃早饭呢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我们的妈妈一向都很忙呀。到底什么时候吃早餐呢？这样看来好像没跟妈妈一起吃过早饭呢。想一起吃早餐。好，再有一个妈妈就可以了呀。再有一个？再一个。好，再有一个妈妈的话，洗衣服料理就变成一半一半了，会变轻松的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机器人怎么样？机器人？跟妈妈一样的机器人不就好了吗？那样的话。明天晚上再见。再见，小心一点走啊。我们回来了。妈妈，我们去趟南边的树林。我们去了。什么？去吧。机器人。古铁博士。回家吧，没时间陪你们玩。哎，博士也真是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博士，给我们做一个妈妈的机器人好吗？什么？机器人？咕咕猫小姐机器人？为什么需要机器人呢？因为再有一个妈妈的话，就能够帮助妈妈干活。
活了。这样啊，跟妈妈一样就可以吧？是的，要跟妈妈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好，明天就给你们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期待呀。妈妈，明天就可以少一半的活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样。哦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这是啊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哇！太帅了！机器人？是啊，名字叫咕咕机器人。咕咕机器人，你好，你好。啊好，握手。什么呀？孩子们因为妈妈一直非常忙，所以拜托我做了这个机器人，帮助妈妈分担家务。真的吗？孩子们为了我。来，马上试试吩咐任务吧。对，吩咐看看。是啊，让他做什么好呢？打扫、洗衣服、料理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打扫就拜托了。OK， 交给我吧。助教。哦，法条，法条。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交给我吧。这个机器人利用发条运行。有这个吧？是。那我们就再见。谢谢。那就请您先打扫客厅吧，怎么样啊？交给我吧。哦，天哪！真厉害。干得不错呀，真干净。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我去买菜了。天哪，好啊，那就拜托了。好的，走了。再见。拜托了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，博士做的机器人真厉害。机器人有点慢呢，我去迎接一下他。我也去。等会儿一起去吧。妈！还没等出发就停止了。去买菜了。哈哈，买菜就算了，做煎饼蛋糕吧，怎么样 ？OK。金黄金黄的，哦，真不错呀。接到了。煎饼蛋糕 OK。煎饼蛋糕好了的话，陪孩子们玩吧。好，晚上 OK。咕咕机器人，给我们念连环话吧。连环话不能念，那我唱歌吧。咕咕咕咕咕咕咕机器人，大家一起和睦的愉快的玩耍，帮忙分担家务。咕咕机器人，和我们的妈妈一样，咕咕机器人。哇，真厉害，做得好。哇又停了，零食都好。
好了。是。来，孩子们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也吃？一起吃吧。好多吃点儿，好像很好吃。太棒了！不知怎么，好像又多了一个孩子的感觉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再给我一点。姑姑妈家里的生活真的很有趣啊，我笑孩子们了。那再见了，姑姑机器人。